有两个，因为他们是 twins， twins 有两个女儿，双胞胎，对对，所以有两个，是一个在这边在台湾，一个在美国。他有 two sets of， 一个是女，两个女生，一个是男生女生。And then 还有一个，so 他是六个小孩，他是出生在这一年，他这一年过世，他26岁的时候做的拼布，这个拼布的名称就是叫做祖母的花园，奶奶的阿妈妈做的，就是我们台湾讲阿祖嘛，哎，阿祖做的，留给他是第十代的哈。117年的拼布，因为拼布很吸引人，就是它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